你怎么在这儿？方才长街之上，小弟见那二人想要行刺大哥，便亲自带人追杀，结果让他们给跑了。是小弟无能。此二人使用的是神族仙法，今日之事会不会和迎亲有关？啊！神族跟咱们水火不容，定是想杀了本煞，搅乱迎亲礼。可恶，实在是可恶！ 看本煞到时不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对，有大哥在，神族奸界必然得逞不了。大哥威武！哎，那是自然。只不过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好歹也是个陈炎族三殿下，居然连两个刺客都捉不住，便就知道花天酒地，罪奴之子就是废物。回营。大哥慢走。 哎呀，大人这瞎话真是张嘴就来呀！这三两句话就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神族了。大哥威武！平浩，乌代这种蠢货，再蹩脚的眼界他都会深信不疑。只是刚才，那人一指便破了我的刀，有如此修为的人，会是谁呢？神族应当乐见咱们内斗才是。方才的，属下认为只是巧合。 无论如何，多了一个厉害的对手，倒也有趣。你施法之前，你不知道说一声啊？公主还是安分守己些，莫要再去亡灵城这种地方。 赵叔啊，你还真打算娶清贵？我啊，本君说过，
此事由不得你我。快快快快！你给我等着！来，玄伤神君大驾光临，寡人有失远迎。见过吞帝，此乃册封天妃的诏书，请吞帝收下。哦。 有劳神君。看来这个少典有情是铁了心要来秦魁王他这个火坑里跳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谭谭，你看我把谁给带来了？嗯，地兰诀。 受戒少主地兰诀特来拜见心上人叶檀公主。哎呀，你快别废话了，赶紧坐，我有事儿找你呢。说吧，魏鲁的谭谭就算赴汤蹈火，本少主也在所不辞。嗯，就是我计划，抢亲。抢亲？那我都想好了，明日接亲礼是待清魁脱离苦海的最后机会。神族和陈渊族向来不睦，地兰诀在这个时候在中间煽风点火，引得两军开战。 慢慢趁乱飞进轿子，抢走清魁，飞得越远越好。耶！啊，我听明白了，我们俩把那个修为通天的玄伤神君的天妃给抢过来。嗯，痴人说梦。哎，地兰诀，只有你能救清魁了，你帮帮我。 清魁公主心地纯良，谁能眼睁睁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呢？对吧？你放心，此事本少主帮你办了。好兄弟，靠谱！我终于不用看着清魁往火坑里跳。啊！少主，你疯了吧你啊！你懂什么？过来。我一直深爱着谭谭，可又恐他做沉冤恶煞，不肯答应我。 这么多余孽求，神君修炼7年早已清心寡欲，怎能下界一趟生出这么多杂念来？我不想做这种无趣的嫔妃，我不想吃无趣的天界，我更不想嫁给你。这女子是谁？她就是清魁公主。啊！你当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学人娶妻呢？<笑>还这么年轻，我就来嫁给你，让我等我想你一生，好久不好？传闻中离光是清魁公主李兰渊之才貌双全，怎么这般直率？既然清魁公主如此抗拒婚事，神君何不干脆奏成天地退婚啊？若不是父帝借婚事维系人身之意，我又怎么会娶她？只能带她上天，从严教化。 区区一个凡女，竟然让本君如此心乱。看来，只有突破瓶颈，练就十重金身，才能进入至清心之境。还要多抽些时日修炼才是。嗯，啊，还练啊？十重金身只是神族传说，从来没有人练成过。就算是天分奇绝如您，不也困于九重300多年？ 飞驰会记得每日帮您护法的，不过明日咱们要同尘渊界一同迎亲，您还得准备接亲事宜，要不咱们改天再练吧。您别怪飞驰多嘴，照我说呀，并非是神君修为有缺。
他们两个只是被那小天妃气着，待完婚之后彼此熟悉了，就不会有那么多杂念了。你想清楚了啊，跟我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，你真能受得了吗？ 神君，一辈子。飞芝，啊啊！你去安排接亲的事儿，我还得搁。哎，这可是四区哥最好吃的酒肉，大哥吃的可否满意啊？不错不错。今日刺客之事，大哥准备怎么办？ 自然是要等到明日抓到他们，然后再大卸八块。对，一定要大卸八块。可明天就是接亲之日了，如果我们先动手，搅乱了迎亲礼，父王知道了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啊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依小弟看，那个刺客根本不重要。神族之所以派出刺客来，就是想给陈元族和大哥一个下马威。既然这样，怎么偏不如他们的意？ 明天的接亲阵仗气势一定要浩荡，绝对不能让神族在气势上压在了一头。啊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天地老儿一贯自矜自恃，看不起咱们陈元族。明日我们陈元族将士必定拿出声势，让他们好好瞧瞧。大哥威武！来来来来，大哥威武！大哥威武！大哥威武！行行行行行行。 此番嫁去神族，责任重大。虽说你品性端正，一向让寡人放心，但到了天界，仍需加倍谨言慎行。请父皇放心，金奎自幼便受父皇养育栽培，恩深似海。女儿定然不负使命，时刻以维系神族和人族的安稳为己任。傻瓜。叶檀。 无论如何，你都是寡人的女儿。父皇，此番做了沉冤楚妃，莫要再给寡人丢脸了，啊！
此女怎么是叶檀公主？那日她分明与少蝶有亲在一起。不管他们两个有何瓜葛，她既然知道了咱们的秘密，就不能让她加到咱们尘渊。你可想好了，两座重兵皆在此，山山除非可是死罪。 谨慎提防，我实难下手，我得另想计策。 谭谭的计划是不会有错的，只要我射出这一箭，挑拨两族开战。 就能接走谭谭，还有他姐姐。嗯，你别玩了，赶紧的吧。 少点有心，王良辰暗算本杀不成，还想惹事儿？给我放他！动手！等一下，他们都是少点有心，这次闭关修为大涨，实力不可小觑。等他先动手。打呀！他们怎么还不打？还少主，他们要把他们给带走了，就赶紧想办法呀！计划生变，看来只能强攻了。 敢扰我神族大，不怕神渊出黑！大哥，我去。快走吧，少年有心，法力高深，今天绝对把其。
多久，再不抢就来不及了。你怎么知道少年有钱法力高深呢？我们家少哥也不吃素的啊。我之前假扮亲妃捉弄过少年有钱，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你跟我一起走。我不走，你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大人，此事下手恐会惊动大殿下，杀不了夜谭之下，万一让大殿下知道我们曾经暗杀过他，这事可就大了。您三思，大人。你傻呀，他不是扮演过秦奎吗？就让他再演一回。到底有何目的？此事牵扯四界，还是先将清葵公主带回天界，再行计较。这不是神族的轿子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神族的花轿果真虚妙。竟有如此变幻之气！少主的计划不是这样的，难道他有更妙的主意了？那有什么好办法呀？本公主算过一次，18年，想不到最后栽在自己人手里。李兰君，你个大傻瓜！主妃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大哥。少年有亲，今日是我陈元结亲的大日子，你搞这些歪门邪道到底是何居心？大哥，哎，我们大殿下跟你说话呢。哎，我把你挂了。你大哥、哎、公主既然无恙，咱们还是快些回陈元，免生差池。你也罢，速回陈元。不行！他们现在发现你，肯定会把你给弄死的。我姐姐在那个地方呢。公主，受惊了，抢亲之人已被击退，您可以安心了。我安什么心啊？我要嫁的人不是你，你娶错人了。别再演戏了，坐好，速回天界。确定夜谭公主是去了天界而并非尘渊界？没错，少主，我们都闻到夜谭公主的气息是从天界的迎亲轿上飘下来的。快去，现在给我召集所有兵马。不，少主啊，都在这儿了。最近少主闯祸多，其他军队都被兽王扣押抵罪去了。来，你告诉我，我带着你们几个，我怎么闪入天界？啊！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跟随本少主。不，少主，应该是您随我们来。什么意思啊？嗯。哎，兽王得知少主要去人族皇宫抢亲，大为震怒，让我等将少主缉拿回去。放肆！胆敢绑架本少主！我等也是奉命行事，恐怕少主这段时间要在监牢里度过了。你给我
不放开啊？放开，咬你了！走呀，放开！哎，你们胆敢绑我？放开！我要去救他！他！恭迎神君。啊，神君看起来甚是疲惫，可是迎亲遇到什么麻烦了？你最了解本君的实力，对付区区尘渊族还不足以烦扰到本君，但最令本君不堪其扰的是聒噪。神君，天盘院所需皆已备齐，只等您携天妃入内。您看。不是，我真来天界了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别慌，待会少主发现了，定会想法子救你的啊！你别跟我提他，提起他我就来气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我能落到这种地步吗？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，我这就去找少年永清说明白。你给我坐下！你怎么跟人家说呀？你说你作为尘渊储妃，撺掇收集少主，劫走神族天妃，还是说你蓄意破坏神人两族联姻呢？尘渊族跟神族本就不睦，你猜他们听到了会如何待你啊？你给我好好坐着！你别吓我呀，我可是要做尘渊第一大恶煞的人。我这一世，我怕过谁呀？公主，天界已经到了，请下轿随我入内吧。劫走神族天妃，这神族对尘渊族都这么凶残的吗？自上古以来，尘渊族祸乱四界之心世代不息，自然人人得而诛之。神族先人拯救四界，功勋卓著，又何来凶残一说？公主为何替尘渊族打抱不平？怎么会啊，我是感慨神族一向威武骁勇，口不择言。各位上神莫怪莫怪，还请问一下，如果神族知道了尘渊族入了天界，神族如何处置啊？飞驰回禀公主，天规第510条，如欲扰乱神族之尘渊族，当猪肉身，毁元神，万劫不复。公主，为何突然提及尘渊族啊？误会嘛，其实我想说的是兽族，因为我擅自带了我兽界丫头来。听说这天界天规森严，所以我就问问。本君刚才就发现有兽物躲躲藏藏，竟然是你的仆从。今日本君还曾见兽界少主出没一街新现场，看来你与兽界关系匪浅啊。什么兽界少主啊，根本就不认识。我带这个鸟来呢，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他救过我一命，我这个人啊一向知恩图报，听说有机会来这天界享福，自然是要带上我的朋友，还请神君通融通融。狡辩，兽界偷袭之事定是他绑架不成生出的新把戏，想不到此女不想当天妃的决心竟如此之大。算了，既已回到天界，就莫再与之计较罢了。有这鸟陪着你，本君耳根子还能清静些，不过日后需安分些，不要再惹是生非，本君伺候不起。哎，你放心，他就待在这个里边，他不出来，他特别乖。本君说的是你。神君，你别怪飞驰多嘴，再不进去这集市恐怕就过了。走吧。
身材嘛，穿这么严实干嘛？怕冷啊？陈元剑一到，请公主下轿吧。是。陈元剑，这里是陈元剑，我怎会在陈元剑？这一定是搞错了，趁着还未进去，我得赶紧解释清楚。大人，夜探公主，前方便是陈渊界入境之处，陈渊中人嗜杀成性，公主尚是凡人，纵有什么委屈也不会有人理会，还请谨言慎行啊。请公主下轿。公主看到的这些遗骸，都是那些自不量力的神族留下来的。此乃我陈渊族荣耀，陈渊灵王向来不分人族和神族交好，还望公主时刻顾全大义。啰嗦什么呢？父王还等着我们回禀呢。走。是大哥。走。陈渊族对人神二族如此残暴，若我说明身份，只怕……也不知塔儿先生在何处，莫不是方才风沙太大，晚了一步？我说你们跟紧点行不行啊？快点！快点！塔儿最通陈元族人心性，等下到了，定能向陈元族人解释清楚。我全且进去，等他来了再做计较。请神君、青葵公主共度姻缘桥。啊？这哪儿有桥啊？就这么点儿吗？天妃有所不知，这是天界每对仙人都要经历的仪式，因其为验明仙缘而设，只有姻缘天定之人才能安步当车，平安通过，故称姻缘桥。说明真相是一死，不说明真相还是一死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哎，要不这个桥今天先留着，等我们成婚大典那天再走啊。哎，哎呀！啊！松开！我不松，这桥这么高，我摔下去怎么办呀？我不松，我不松，我害怕。啊，咱们不走了呀！我求求你，咱们别走了！哎呀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害怕！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别走，别走！君，你别走，我不想走，我太害怕了，我不走。松开，本君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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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
天成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哎，老神仙，你们那桥它是不是坏了？幸亏公主说笑了，此桥乃我神族测仙缘之圣物，怎么能坏掉呢？你不信啊？你不信你跟我走吧。使不得，天界圣地，不可放肆。嫂嫂，青恒见过嫂嫂。嫂嫂，见过嫂嫂，我是有情兄长的三妹子吴。这位是我二哥青恒，听闻今日兄长要带嫂嫂回天界，我二人特来此相迎。嫂嫂，我们今日是第一次见，子午给嫂嫂准备了一份礼物啊。哇，这个是紫玉葫芦。哇，是我小时候在画本里看到的天界法器啊。嫂嫂，你可还喜欢？喜欢喜欢。小弟也为嫂嫂准备了礼物啊。还有啊，这个是金玉袈裟，就是可以抵挡九重法力攻击的金玉袈裟。是是是，看来嫂嫂十分喜欢小弟准备的礼物啊。喜欢啊，当然喜欢啦。天飞，老朽也有礼物送上啊。来来来，这个是六龙神火咒。哎呀，公主好眼力。我也有。没有啊。来，我看看我看看。这是水晶灵芝。啊，水晶灵芝。哇，真好看。来来来，老朽这儿还有琉璃天灯一盏。好多好宝贝。拿好了啊，这都是你的。谢谢天飞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您说好。中仙家们真是太客气了，你看这么多东西我都拿不过来了。哎，那小池子呢？小池子，幸亏公主。你一会儿啊，把他们都放在我的寝宫里，夜半路可不许寐了，我都点不数的呢。公主放心，飞池定会一件不落的送到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从我那个画本上认识了好多宝物。你手上拿的那个我也认识。本君若真娶了她，当年打败老力王用的天雷宝塔，此生都不得安宁了。青葵公主看上去聪颖机敏，只是缺乏礼数，日后按照天规多加训诫，必是一位合格的天妃。飞驰，此处人多，本君感到周身不适，交由你来应付。是，稍后带青葵公主回到天葩院休整，牧神晚些要见她。对了，此女顽劣，你盯紧些，别闹出乱子。记下了。你说是吧？还有啊，我到时候腾个地方，把这些宝物全都放过来。青葵公主，这便是天葩院。是天后霓虹上神亲自为您准备的行宫。没想到天界这么重视青葵，这比我那人间简陋的院子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。今晚天后宴请天妃，我去为您准备衣饰。我那些宝物呢？都放在殿内了。退下吧。
今天好险啊，幸亏你稀里糊涂的过了姻缘桥这关，否则你现在就已经跌落九霄摔成肉饼了。要不是我福大命大，我怎么能沾着幸亏的光有这些啊。也是啊，嘿嘿嘿。哎呀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呀？收人家这么多礼物，你打算留下来替清辉守活寡呀？才不是呢，宏伟的沉冤恶煞的志向还没实现，这些嘛。哎喂，哎，五雷珠不能随便玩的。哦，这些呀，就先当成我的启动金吧。你个财迷。妈妈，你教教我，怎么用法术把这些宝贝都变到这个手帕里啊？干嘛呀？我带着这么多东西逃跑多麻烦呀。你打算私头下剑？去回答。